财经网科技9月3日讯，据新浪科技消息，爱尔兰数据保护委员会今日对 ABCEDUOK 旗下即时通讯应用 WHATICPP 处已创纪录的 2.25 亿欧元的罚款。根据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，爱尔兰 DPC 负责管理欧洲总部设在都柏林的美国跨国公司，因此也是 ABCEDUOK 在欧盟的主要监管机构。DPC 称，针对 WHATICPP 的调查，与其在2018年是否遵守欧盟关于透明度的数据规则有关。WHATICPP 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，我们不同意该罚款决定，罚款金额完全不成比例。